问世间，情为何物？呵，拽拽，又被杨欣欣拒绝了吧你？谁被他拒绝呀？人家调到南疆市去了。哎，你发什么愣啊你？我发愣了吗？哎，老哥，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也喜欢杨欣欣？你吃错药了吧？ 哎，我喜欢她。嘿，这臊重新一走，我算松口气了。哎，不是，你难道就是心里边一点喜欢都没有？说什么呢？哎，我知道你以前救过她，不，你跟我说实话，咱哥俩有什么不能说的？哎，你说，她人长得漂亮不漂亮？这还用说吗？是吧？哎，她穿着军装是吧？帅不帅？是吧？ 喜欢吧？同名相恋。哎，谁跟你同名相恋呀？啊？哎，你们满世界的喊喊我爱杨欣欣，我爱杨欣欣，我成吗？啊？哼，在他眼里，哎，包括你啊，嗯，你们真能看得起我吗？说话呀，没话了吧？说什么呢？你再怎么着，你也是我表哥呀。 来，快走！切！嗯。哎，大家停一下，我宣布一下，啊，任命杨欣欣同志为支队参谋长兼侦察队队长的命令已经下达。好，好，好，向右看齐。 杨教导员，今天我们南斗派出所全体的警员将以武功立约跑的方式来欢送杨教导员。党要准，跑步走。哎，你亲手训练出这么多好兵来，真舍得离开我们。 你说我见到苏兰，我跟……有些事情不用太着急解决，先把它放一放，结果自然就出来了。那他说祝贺我，那我就跟他说，他是我一生最好的同学和战友。 杨教官，我们武功里越野已经跑完了，我们也只能送到这儿，剩下的十八里相送，就只能交给我们所长了。行啊，胡兵，你现在武功里跑下来不喘了吗？这说明我的训练还挺有方法的啊。哎，怎么样？有机会想不想跟我到侦察队去啊？行啊，做梦我都想去。 哎，现在要开始挖墙角了，啊？这叫人尽其才。我说不过你，赶紧的，上车走吧。 向左转，跑步走。
一号地区跟三号地区要多增派警力，二号这么快就回来了，也不多休息几天。杨队长回来了，大家欢迎！欢迎杨队长，好，去忙吧。 哎，齐璐呢？走了。你这人也是，你总不让他进来，我们也好久没见面了。他还有事儿。嗯，杨队长。<笑>啊，这样，你先熟悉一下最近我们办的几个案子，别的情况不用我交代吧？放心，我尽快进入。好，那我走了。哎。 我最近看了几本关于军事方面的书，对游击战术有一些心得。哎，你呀，什么都好，就是不爱学习。我们要充分挖掘可供我们利用的人群。白总，这跟我们总白货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有很大的关系。我还看了一些关于法律方面的书，我发现有些人啊，可以钻法律的空子。有这种人？当然有。比如说怀大肚子的女人，我们就可以利用她。还有传染病人，你总不能把她关起来，让所有的犯人都得传染病吧？好，是啊。 立刻着手，挖掘这样的人。事不好急，够。大哥，嗯，这前面就是我的家乡了。哎呀，真不错呀！哎，大辉，这也是你村的？是啊，从小一块长大的。哦。 你说这白总和朱香蔚怎么比啊？他们两个没法比。这个白总啊，这个门道多啊，交际广，读书又多，咱们跟着他呀，肯定成。老婆，老婆，这到底多少远？啊？哦，进口了吧？哎，不进口了。这是媳妇在哪里？啊？这是媳妇。 你见到我听到，反正一样啊。哦，来吃点啥呀？吃点。辛苦啊，老嫂。吃饭。在这弄副干。你才辛苦啊！这个弄副每天吧，赚不多少钱。这做梦，屁要那搬迁嘛。哎，我这里有个生意，晓不得你们想做？那生意嘛，你说来听听。哎，就像这种，你可别人家干，哎，我赢点土特产到川都市，一个星期嘛，哎，我赢个三回，每回呢，我给你五百块钱。 真的？你没骗人家？哎，我骗你真的，阿哥我从小就去挖到，是不是？真的？没骗人家？哎呦，骗你真的呀！哎呦，哎呀，我替阿哥谢谢你了。哎，不需要，老乡们不需要家常话。很好，太好。 边境例行检查，请出示证件。哎，怎么这么多孕妇？你们从哪儿来？
准备到哪儿去啊？哎呀，怎么回事？哎呀，你没看出来他快生了？啊，是啊，他是我老婆，他快生了，我们赶时间呢。你们站里有没有那个妇产科的医生？哦，对，接生婆也可以啊。没有。那没有，那快放行吧。要是在这儿生了，给你们站里添多大的麻烦呢？啊，还没检查完呢。那还检查什么呢？如果耽误了时间，要是出了人命，你们怎么负得起这责任呢？啊，大家说是不是啊？是的。快放行吧，耽误大家时间了，祝大家一路平安。刘总啊，这次的货一次性就出完了。哎呀，这化整为零，游击战术它就是好啊，好啊！什么战术？嘿，万良啊，我跟你说你不懂啊。不过万良，现在警察盯得太紧了，咱们千万要小心谨慎。刘总，就算他们知道了，能把我们怎么样？您这招高。刘总，这件事情交给我们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有的事儿你得管一管。哎呀，老弟啊，洁身自好一点吧，啊，小心总没错，明白吗？放心吧，刘总，这点钱拿着零花用。老大，这不符合道上的规矩。什么规矩不规矩的？我知道你这阵子手头上不富裕，别跟我客气。拿着。那谢了，白总。啊，对了，那个刘万良可靠吗？你放心，绝对可靠。以后你跟我单线联系，有什么事我会直接找你。那个刘万良，不许他来见我。更不许领他到这儿来见我。明白。哎，大夫，哎，母子平安吗？都平安，还好你们送的及时啊。谢谢您，我们走了啊，走。哎，你们不能走啊，那个这是从孕妇体内取出来的海洛因，孕妇带毒，会不会判刑啊？毒贩是钻了法律的空子，所以故意让孕妇带毒，好逃避法律的制裁。这也太恶毒了。在这盯着，我去汇报。好。大夫，哎，你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哎呀，好的。哎，你快看看，
这就是从那个女人的那个体内搜出来的，是个孕妇。你搜的？什么我搜？一个孕妇倒在路边上了，然后我就把她送到医院里去了，然后孩子顺利生下来了，同时也把这个搜出来了。我还以为你搜的呢。你正经点好不好啊？啊？干得不错嘛，张清洲同志。谢谢领导夸奖。前两天边检站也打来电话说，一个战士要搜孕妇，孕妇说要生孩子，战士没经验就给放了。看来这不是偶然的，应该是有组织的贩毒活动。喂，哦，好，知道了。嗯，石顺派出所也打来电话说他们那儿也发现孕妇带毒了。又是孕妇带毒？这肯定是有组织的了。去看看。我老家我才能玩耍个把的拿家哈一些土豆沙发到吹毒了，就500块钱呗，我就来了。他说他在老家，然后有人从南疆到春都来找他，给了他500块钱，所以他就来了。你问他从哪儿带的土特产，送到哪儿给他500块钱。他问你从哪儿带的土特产，送到哪去给了他500块钱。个把的差了个嘛噻。那几个月了买比了个月了十万个米哈，都是还在马车里黑，都是去多少个茶喝的多。他说是在南疆的一个公园，但是在哪个公园他记不得了，但是到那里就有人会给他钱。你问问他，他在春都哪里下的车？你在春都哪还下的财？总队决定，孕妇贩毒案由你们侦查队承办。嗯，这个案子全靠你们女同志了，我们男人使不上劲儿。调查取证，你责无旁贷。好。现在已经查明，这个孕妇是山川县一带的人，从这个线索查起。嗯，我建议先不要惊动太大，避免打草惊蛇。我先从春都查起。嗯。另外，我想跟你要个人。谁？南朵派出所胡兵。我现在需要个人选，他也是个不错的人手。行，这个事情我来协调。
王队，他们都进天涯宾馆了。嗯，好。回来回来，你是在哪里的？啊，还有房间吗？啊，别得了，已经住满了。哦，我们这里已经满了。哦，你看，天都这么晚了，你帮我挤一间房去。去去去，外面便宜多的是，自己找去。那他们怎么就……他们是预定的，你有预定吗？赶紧走吧，赶紧走吧。根本进不去。防范挺严啊，看来不是一般的组织贩毒。欣欣，你得多加小心。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从其中一个孕妇身上打开缺口。好。买点什么呀？随便买点什么。啊。都干嘛？我没，我要看的那镯子。哎，这镯子多少钱？老板，这个多少钱啊？哎，能便宜点吗？便宜不了。这太贵了，便宜点吧，老板。不能不能不能。来来，给你钱啊。哎哎哎哎，回来回来。啊？不是五块，是五十。这。当然了。你刚才不说五块，你不能告诉我吗？哎，你们评评理啊！这怎么就是五十？在我们这儿，这是五十。五十，在我们这儿就是五十。五十，五十，我们这是五十。你们不能这么比试，我们再就是五十，都给你了。那你们没看懂的，这就是五十啊。谢谢你啊。喂，我的任务已完成。为什么一直跟着我？我也是走这条路的。我看见了，你一直跟着我。大姐，我求你了，你千万别跟警察说我偷东西的事儿，我也是没办法，大姐，行吗？求你了。好了好了，我不跟警察说，但是我警告你啊，别再跟着我了啊。需要警力啊！他现在是这两天。报告。进来。南朵派出所中尉警官胡斌奉命报道。嗯。怎么样，我的话兑现了吧？绝不辜负二位领导的期望。你来的太好了，我们正缺人呢，有你忙的啊。啊，那个案子我听说了。我们杨队被几个大赌婆整得也太无奈了，太影响他的英雄形象了。我总不能出手打人吧？胡斌，你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这个案子并不复杂。哎，咱们全副武装直接冲进宾馆，把他们都抓起来，不就完了吗？
令，咱们侦察队不比你派出所，啊，办的都是大案要案，遇到事儿，可得动动脑子，不能胡来。是。如果现场没毒品，又没有交易，抓来还得放，反而打草惊蛇了。那咱们怎么办呀？要不，这样呢？你说。是你？漂亮，怎么干这个呀？大姐，我也是没有办法。我在老家有个朋友，他有毒瘾，我不知道，我们就一直在一起玩，没想到我被他也带着一起吸毒了。可我们那儿又穷，没有钱，又买不到这个东西。他们都说城里的活多，就能挣到钱，挣到钱就可以买那个。我就来这儿了，可我没想到，我找的那个打工的地方老板是个坏人。他半夜跑到我房间里，占了我的便宜。我几次想逃走，都被他抓回来，他还打我。我没有办法，我前两天好不容易逃出来了，结果我发现我怀孕了，大姐。我怎么办？我又没有钱，我就只能偷东西。我偷东西不是为了别的，我就是不想要这孩子。你说我又吸毒，又怀孕，你说我要回家了，我爸妈不都气死了？大姐，我求你别跟他警察去说，我没有办法，我实在没有办法。那你现在住哪里呢？我就哪儿便宜住哪儿。走走走，跟我去住宾馆，洗热水澡。走，走吧走吧走。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秀秀。啊，我叫明央啊。走，走。这个我装我包里吧。走走走。是老板的亲戚，我跟老板说好了的，没关系，走走走。丹丹家呢？二当家的已经进去了，你看。热水澡，可以看电视。你自己倒点水喝吧。哎，我给你倒点水吧。啊，好好好。好像没有热水，你能喝冷水吗？哦，开关在后面呢，你把开关开开吧。
看我，哎呀，你怎么有这个？你不早告诉我啊！哎，我们都是自己人，我告诉你啊，这是老板的货，你想要啊，得老板同意。老板，这么跟你说吧，这个小包的呀，你送到春都500，这个大包的1000。有这么好的事儿，可这是犯法的。没关系，你不是缺钱花吗？我们大肚婆送啊，抓到了也没事儿的，我都送过好几次。那我就做一次。行，我带你去见老板，现在就去，走。老板也住这儿啊？啊，对，老板就住楼上。什么事啊，明阳？老板，我给你带来一个女人，我们需要的人。那个女孩啊，她叫秀秀，她被你骗了，而且怀孕了。秀秀，这名字挺秀气的嘛。她现在啊特别需要钱，她平时啊就干这个。我已经把我们的事啊跟她说了，她特别愿意干。他说：“就先干一次试试。”而且啊，他还吸白粉。白粉，能信吗？哎，千真万确的，我看见的，我可用脑袋担保。不行，万一是绿猫怎么办啊？管他是不是绿猫，即使是绿猫，到了我这儿，我同样有办法。明阳，把他叫进来吧。老板，这是秀秀，秀秀，这是我们老板。老板好。你好。我见过你。你是绿猫。猫？我，我不是猫。来来来，秀秀，坐坐坐坐坐坐坐。猫啊，在我们这儿就是警察，绿猫就是边防警察。你是哪儿人啊？家住哪儿啊？你们问人家家住哪儿干嘛？刚才明阳不是把他情况都说清楚了吗？去去去去去，这没你的事儿。刘万良，你别见着女人心里就瞎痒痒，万一出了事儿，你吃不了兜着走。哼！别理他啊，他呀就是这么一个人啊。那个女贼是谁？天知道。会不会是绿猫办的？不会吧，他们反应没这么快。这小心为妙。那个杨千欣，我想起来眼睛都跳。白总，你太小心了。咱们用孕妇带毒，有什么可怕的？你这么马屁大意，早晚要出事儿的。我是杨欣欣的救命恩人，我真是要出了事儿，他怎么也得关照一下吧？啊，再说实在不行，我就到境外去。哎，这个绿包能把我怎么样？你比关云长还能耐，关云长还大意失荆州呢。怎么了？行行行，我睡觉都睁着眼睛，行吗？
秀秀，听明阳说，你想到我们这儿来做点事儿。嗯。嗯，行，没问题。只要你按我们的规矩做，钱嘛是挣不完的。啊，还不快谢谢老板！谢谢老板。不要客气嘛。啊，对了，明阳，你带秀秀先回房休息。啊，好，秀秀，走。谢谢老板。哎，不客气，去，好好休息吧啊。啊，明阳，你等一等。老板。这次你做得非常好，我呀会好好的奖赏你的。谢谢老板啊，这是应该的嘛啊。哦，对了，明阳，今天晚上吃完饭以后，你让秀秀到我房间来，我呀给她好好的讲讲我们的规矩啊。秀秀，等急的吧？没事儿。秀秀，刚才老板跟我说了。老板都说什么了？老板刚才说了，挺喜欢你的，觉得你特别聪明。老板想让你晚上啊去他那里一趟，再跟你谈谈我们这里的规矩。规矩？规矩你告诉我就行了，干嘛要去他房间啊？老板看上你了。我不去。没关系的，就是聊聊天，喝喝酒。我不会喝酒，我也不会聊天，不去。哎呀，你不是需要钱吗？这件事啊，对你有好处。叔叔，欣欣好长时间不回来了，不会生病了吧？啊，一定是出去执行任务了。你想他了吧？要不给他打个电话。不行，你不懂，不能打。秀秀，来，坐，来坐，啊，坐。哎呀，秀秀啊，我在这儿都等你好半天了。哎呀，来，我不会喝酒，老板。没事，喝点啊。哎呀，秀秀，自打你一来。我一见你啊，你这人长得可真漂亮。